出去，他马上就在上面帮你加加减减计计算算，所以非常的忙碌的，他们那个手都没有办法停的，因为我们的心念就是没办法停的嘛，一下子你现在想到好的，马上帮大家加分，一下子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很郁卒啊，可能就扣一点小分了啊，那就是文物上那边他都会帮大家做计算的，虽然你看不到。 那也许有人问，那为什么不给我们看到呢？看到就好啦，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让我们看到它加加减减，我增了多少分，减了多少分，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想法，给我看到就好了嘛，我就会知道什么我要赶快多做，什么我绝对不能再做了，啊，那为什么不能看到？啊，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轮回太久，这个业障牵缠的关系，让我们看不到。第二点。 要告诉大家，今天来学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昨天药师金母的八个字啊。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有上面去做计算，哎呀，我今天赞助了这个有多少功德啊，我今天又怎样怎样有多少功德啊？那好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看到莲真法师，我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哎，莲真法师，你现在有多少功德啊？哦啊，你三分哦，啊我九分的，我比你一分啊，那个莲巧法师啊，你五十分。 怎么我怎么差你这么多？我们每天就是再来比较这些就可以了。今天无事无心无求无念，这就是佛菩萨要真正教我们的真谛，而不是告诉我们说眼前你看到什么算了多少不算多少。就好像在赞助紫莲雷藏寺里面有一项最高的佛菩萨讲第三项最高的一个布施，叫做无相布施。 它不是你有形的说哦多少钱啊几尺啊如何如何是无相的布施，你今天做这个功德做下去就忘了它，左手做右手就忘了它，今天这样子的功德会是最大的。今天佛菩萨给我们的训练也是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做到这一点才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说哦今天一下子又增了几分哦一下子又减了几分。 没有办法啊，来做这样的很明确的、很明显的来做这样的验证，但是都有计算的。我只能这样讲，都有计算的。你就好像在《地藏经》里面讲，一毛一剃呀、啊，毛是什么？各位，你手上看不见的好多毛啊，那么一点点、一小小的都是功德。那昨天师姐很难过啊，她就问我说：“花这么多钱呢、啊？”好，那谈到钱的问题。 钱不是问题呀、啊，钱为什么说不是问题？我昨天就是跟上司很辛苦，我昨天跟我们谈话谈到很晚，我猜早上也是没有吃，中午只喝了一点点汤，晚上没有吃，就这样子一直做，也不是只有昨天而已啊。上司其实都没有睡没有吃，就是这样一直帮众生，一直拼命的付出。 那昨天跟上次谈完之后呢，我就回到宿舍。我一回到宿舍呢，打开这个第二栋大门，就看到陈师姐她在拖地。其实她不是第一天拖地了，她也不是拖给大家看的，她是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啊，都空了，她就一个人在那边拖地，地上拖得非常的干净。啊，这个地板真的是发光的，地板真是发光的。那这就不需要钱呐、啊，不用钱来做、啊。 你一份心，愿意护持的心，不一定只有钱。那今天，譬如说我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去买大法船，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功德主。你今天来帮忙折莲花啊，我们有好多莲花纸，帮忙折莲花，让童们可以请啊，来这边帮忙排椅子啊，啊，来这边我们也许那个什么，我们可爱的钱多多跟钱台也常常咬一些什么垃圾，咬把鞋子什么咬坏，就丢到旁边的草地上。
帮忙捡回来啊，让这个环境干净整齐漂亮，每一个来的人都觉得好庄严，心生欢喜，这就是功德啊。完全不需要说我一定要买法船才是功德，我一定要做功德主才是功德，没有这种事。也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给自己压力，我们量力而为，欢喜欢喜做最重要啊！这个是一片的欢喜心，佛菩萨也很欢喜的接受你的供养。你很不平的、很难过的心去做，那佛菩萨也会觉得，哎呀，怎么帮你呢？他也很难过啊，也会想怎么样可以多帮你一些呢？多开解你一点心意呢，让你欢喜起来呢？好，所以啊，大家今天来做这个护摩啊，不要觉得就是说这么热的天，这么大热阳光之下。啊，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么做？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例会上师。我实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真的是没有吃没有睡，自己身体很疼痛的不得了，问题多的不得了，还是这样的帮助我们，燃烧自己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上师来帮我们主持的每一坛法会，真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珍惜。谢谢上师。那我们就请上师在法会开始之前为我们大家做简单的简短的法语开示，谢谢上师。各位法师、各位堂代表、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欢迎你好，好，大家好。台湾的天气实在是非常的热情，不要说你们在台湾久住的人不习惯，我们更不要讲我们常处这个美国加州平均温度22度的365天。你可以想象22度就是大家放的冷气，我们都处在那样的环境，一年才2-3天特别的热，这样子的一个气候来到这里，现在几度？30几度，37度，是不是？37度，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练习。怎么样练习？外面这么热，我们怎么样调伏我们心里跟着的热忱，跟着的温度提升，跟着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不安、浮躁，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哦。我以前也是一样，非常怕热，尤其到了东南亚这种热度啊，我是从头一直水一直流到这个脚底的，穿的鞋子全部都是湿的。每天衣服里面是在滴水的，所以我很怕来东南亚，尤其是夏天。但是有一年我到马来西亚，同门带我去参观他们那附近的庙寺，很大的一个在建筑中的庙寺，然后我就在好一个越南庙，那我就在看，在参观的时候看到有几间铁皮屋，没有这么高，差不多一个人再高一点点，他给我去进去参观，他说叫做闭关房，铁皮屋，然后闭关房设了差不多5-6间，所以他就带我进去参观。你知道铁皮屋又矮也没有窗户，很闷的，一打开那种热的那个气啊，一下子袭过来，人都快窒息了。那我看一下马上就退后，很小，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没什么好看，就是一块木板床，没有就空了，就是四个柱子弄一块木板，那就是让人家好像闭关有的坐有的睡，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也没有，连灯都没有，没有窗户。
所以我马上退出来，我就知道。然后这样一间还要看，还不要看第二间，我说不看了，我知道。我说每间都一样，他说都一样。结果差不多第三间的时候，有人说这一间不要开，有人闭关。我说有人现在在闭关，他说对，外面有挂一个警标，然后门也是关着。我说里面就像刚刚一样吗？他说是的，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师兄，在里面做义工的一个师兄，他现在要闭关一个月，他现在已经进去20天了。我那一刹那，整个头啊，从上流下来的水，马上好像水龙头就关起来了，啪一下就回收了。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种大热天，没有窗户，这么矮跟逼的地方，坐在那里闭关？我还偶尔可以走动到凉爽的地方，有时候还遇到冷气，在那边哇拼命的吸冷气。还在那边嫌热，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还在叫人家要修行的人、修心的人，我做不到，嘴巴还叨叨念念，太热了，太热了，受不了。还没事用一下这种神通令子，叫龙王下个雨，我才到你们这里弘法。啊，你们等一下，如果马来西亚的莲卫法师有来，你们可以问他。哇，在马来西亚全部几乎都知道，我去到那里龙王一定下雨的，再多久没下，我一到一定下雨，一定下雨。他们那里就是这样，很久没下，我一去我下雨，而且是晚上下，不要干扰到大家做事，晚上下，半夜下，让该上班的该做事的正常晚上大家休息睡觉才下一点。第一天我到就这样，第二天我说乖乖乖，很听话，第二天也乖，第三天也乖，啊，一到旅馆开始下雨，结果他们打电话，上司，我们今天结束要搬东西，现在大家都站在那里等，龙王下过雨才能够动，这样子我看到明天5、6点哦，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才跳起来，对哈。今天最后一天，大家要整理那一个环境，所以我赶快叫龙王，正在打雷刮风啊，东西都吹倒的状况之下，我说停停停，很快的10分钟内就停了。龙王说：“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又喜欢什么时间？又喜欢什么样？”所以马来西亚是很灵感，马来西亚的龙王很灵感，所以他为什么请我去做？龙王宝瓶又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这一个宝瓶租金，也就是这个因缘。在那个马来西亚，我参观过那个闭关，我真的从那一次开始，我自己就反观自问：所有你遇到的环境，外面来的境遇，都是在让你去体会、学习，更深一层的认知自己，修行的意义。怎么样进行这样子的过程，得到高超的一个智慧，都是在克服这些难关。你没有经历这些，你不能深入的。嘴巴讲是一回事，真正的面对遭遇又是一回事。现在机会来了，给你好好的体会了。你在那边排挤，你在那边推却，你在那边放弃，你在那边怎么样，这不是叫一个真正的实修的人。所以就反而就让我体会到说，从今以后我不再讲所谓的热啊、天气不好啦、环境不好啦、怎么样不好，既来之则安之。你遭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那是因缘，那是考验，那是学习。啊，今天这个人给你喝热，这个人给你吃冰，这个人给你什么，有他的因缘，随遇而安。20几年前，我随师尊到欧洲去弘法，安排的房间，我正好跟师尊面对面，一人一间房间。很早期，很多的道场的供养，跟这种信念、心念还不够强，所以并没有给师尊
特别租一个很好的房间，很高级的设备，反正他们认为有地方住就好，所以就租了一般的，大概是两星级还三星级的。然后呢，我们就各自拿行李进去了。等到出来会合要去吃饭的时候，师尊就讲，我这一间没有冷气，我们就赶快冲进去，没有冷气怎么过，外面三十几度怎么过，一进去真的冷气坏掉，怎么调怎么调都坏了。我马上第一个念头说，师尊请你跟我兑换，搬到我有冷气，我那间有冷气很好，搬到那里，我先搬过来，我再找人家来修。我的念头是先把我自己的好的先给师尊，再来想办法克服那个不行的。师尊说不要，师尊说不要。我说那你怎么过？还有法会，还有很多天。师尊说没关系，这次是因缘，他们会安排一间没有冷气的，你们都有冷气，唯独我没有冷气，这就是因缘安排，我接受。我们打电话叫人家来修，师尊都不要。住了三天三个晚上都没有冷气，闷得不得了，又小又逼又窄。我自己对住在师尊的对面很难过，我自己一打开门冷气那么强都觉得很愧疚。可是师尊坚持不换，你没办法。这个课程我又学到什么叫做随遇而安。你遭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外境、人事，你认清佛教讲的因果，你自己就要去调伏你的内心，怎么样去把你内心的境界提升，去控制外面的环境的变化。所以就有一句佛教讲，我们心要转境，不要由外境来转我们的心境。这个就是修行人该有的态度。好，一路在学，一路在走，一路在增长我们该有的反应智慧。我昨天有讲，我说我们这里不是公开的道场，我们也没对外公开谁来参加，啊，谁不能来参加。但是你们能听闻的都是私底下，大家都是好朋友，互相传。那 OK。没有人来我们照样也在做，因为这是我必行要做的功课。好，现在中原超度，我要回到美国去了，那么我并没有在台湾有特别答应什么道场在做这个中原的特别的超度，好吧，那就做一坛。那正好下一坛是明天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好，就提早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再研多一坛给大家来结缘，来庆贺大势至菩萨。因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大家都常常结缘，都知道，都会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家也都知道，但大势至菩萨几乎很少有人特别去供奉、去顶礼、去朝拜，很少，几乎这个站在前面的三尊这一尊漏掉，可是明明就是三尊，会讲西方三圣净土三尊就是少了这么一尊。那师尊把他个人的这一尊传开来他的法门了，那我觉得明天正好是他的圣诞，给大家预习，给大家结缘，给大家哈、啊、以后从此跟他有这么样的一个深厚的一个善因，未来在祈愿的时候三个做主尊，而不是只有漏了一尊，然后以100分三尊来评分，我们如果求两尊就占了多少？65%、67%，这一尊如果没有同意、没结缘，他不同意、不答应，就少了1/3的机会。那现在一起整合，这样一拜、一顶礼、一结缘，三尊就非常的清晰，所以就多了这么一尊。那晚上我就要飞回美国了，啊，因为时间太赶，你们都知道，我才刚从香港回来。8月6号早晨回来，昨天回来马上就做三坛，然后现在又在做两坛，然后晚上就要回美国。照理讲本来应该是昨天6号回去的，
美国，但是因为要赶这个金母的护摩，所以就延长一天。那很侥幸的，很想说今天再延多一天，明天再回去，这样就不会再吃饭。大家很欢喜的气氛，突然再见再见，提着包包马上流浪，赶快赶，经常都是这样子的。在紫莲堂也是一样，哇，去 check in 以后回来就跟大家吼坐一台，坐完了再见再见，大家坐的我就再见了，就赶机飞机又到世界各地去了，都是在赶这种分秒必争的这样子的弘法。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再这样了，我不要再这样了，我也告诉老天不要再安排我这样。可是我只要意念越发出说不要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们就更加有问题来给你去回向。像今年的天灾人祸，瘟疫战争，真的就是到处都有这些灾祸，就变成怎么样，你没有得休息，尽一份心。你像连续这个月有多少灾难，上个月有多少灾难，不得休息的。因为一有灾难，就是我们修行人的责任使命，就是我们弘法人要做的工作。每个人都有工作的范围，我们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众生的一切的苦难，好，天灾人祸，生死的问题，烦恼的问题，这都是修行人要做的工作。所以世界太平我们就轻松，但世界的这样子的灾难不停，就是我们忙碌的工作。所以你说哪一年世界没有灾难？所以刚刚听连成法师讲不得休息，因为一直有灾难啊，没有天灾就有人祸啊，没有大的人祸就有自己周遭的这些人事啊，家庭里面的，家庭外面的，自己眷属亲友的，外面众生结缘的，都有他们的人事烦恼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不停啊，哪个地方没有死亡，哪个地方没有疾病，哪个地方没有烦恼，那到了你面前就是你的事，就是你的事，你怎么去睡觉？你看像刚刚你看我们才昨天才刚离开香港，那这几天啊，当我司机的师兄马上今天就赶快传来他们养了16年的狗收了，赶快赶快超度，对不对？我还替他赞助紫莲雷藏寺10尺啊，对不对？给这只狗，可以想象，你没有养过狗，你不了解，还会笑，对不对？什么嘛？我以前也是一样，啊，我自己长大成人，我家里都没养狗，突然庙正去抱一只狗回来，放在家里，实在是烦得不得了，到处都是毛。可是已经来了，你怎么办？趁在我外面弘法，没有经过我就抱回来了，你怎么办？然后他说：“姐姐可以养，为什么我不可以养？”可是问题，姐姐养是养在她自己住的地方啊，你现在养是养在我住的地方啊，是不是呢？那我们又有一个戒律，我们不可以养狗，受菩萨戒的不可以养狗。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限制了这动物的自由，你控制了它，所以有这条戒律的，我们不能让谁失去自由的。所以认真讲起来，变成弘法的人员走这条路都不能结婚生子，因为你控制了他的自由，因为你要控制他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像那个狗，家里的狗如果咬了你家什么，你打得不得了啊，控制权自我，所以你不能有这样子来影响干扰你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戒里面的戒律我们要去奉行啊，可是我们做得到，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小孩去跟你一样，他们并没有受戒啊，那又住在一起啊，怎么办啊？我就修法，我的业障现前，对不对？我的业障现前啊，到底是什么债缘？因为小孩子不可能永远这么乖，24小时照顾他哈、啊。啊，他有时候出去上课上班，那个狗要大小便啊，是谁的责任？要吃啊，谁的责任？留在家里谁倒霉谁喂啊？
那大部分我回去变成我遇到他，两个相对就变成是我的责任了，那这不是业障是什么？所以我就说，哎，是信还是不信？你遇到我是信还是我遇到你不信？但是我们毕竟见面了，啊，因缘相聚了。当狗很辛苦，我给你皈依，我给你结缘功德，你早点离开这个轮回的畜生道吧。好，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这样讲。想不到四个多月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才几个礼拜。四个多月的时候要结扎，吃母狗要去结扎。结扎的时候，医生说不能结扎，因为他先天性心脏病，最多只能活两岁。他回来跟我讲，我马上业障这么轻，我的一只狗十几年了，像现在养十六年，你看，哇，业障这么轻，他轻我也轻啊，心里很乐，可是不能讲。哦，两年了，哦，也不是很坏啦，两年，那两年不觉得有什么，听归听，很快两年就到了，狗就开始吐血，开始，因为他心脏有个洞，然后开刀。也活不了很久了，又花很多钱，所以就任它自然生长。那所以呢，也流血，也出血，反正就开始知道时间到了。我人回来台湾，哇，妙华、妙行、妙正轮流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说送去看医生，看医生怎么说，该怎么样要去面对。医生说两条路，一条路开刀，一条路就让他打个针，让他走。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挣扎的时候了。那只狗知道它要死哦，非常的坚强哦，两只脚、四只脚趴在那里，就这样很定、很稳定，这样站着看着主人。我还不要走，他们一直拍照片进来我的手机给我看，我还可以活，因为他告诉我。你已经修法回向给我了，我消很多业了，我最多还可以再活三年。这个时候你良心怎么办？所以真的有养过才会有感情，才会有感觉。结果妙正还是决定给他打针了，妙行就在开着车从外面冲去看他最后一眼，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让他死嘛。我说谁不死呢？时间的问题，这是给你们学习，人生这一条路一定都有这样的过程起伏，不是自己遇到就是遇到别人的。你要延续他在三年或两年，还是最后还是会遇到这个现象。面对，你们都有修行，好好跟他讲。所以呢，他们就三个就让他打针，打得很坚强的站在那里，然后医生给他打针，打针他还是站得很稳哦，那个药还没有办法进到他的全身，所以您一共要打三针，他整个会软下去，眼睛闭起来。所以他们把那个过程拍给我看，哇，这个狗十六年，那是已经注定他老了，时间到了。可是对一只狗，他还很坚强的两岁的生命，他还不想死的求生的这种心态，哇，你一针一针，他还不愿意趴下去哦。医生说你可以躺下来，他不肯，他就是要站着。哇，那小孩子一直拍拍他的过程给我看，叫我超度他，叫我观想他，叫我接引他。哇，那个就是一个很折磨的时刻了。你家人发生意外灾难，好，有什么样最后要弥留死亡，你心里都有数。但是一只狗突然这样子不想走，你硬要逼它走，我那种感受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全部结束了，然后全部结束了，妙行才想到，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互相不出点钱呢？因为医生说开刀5000-6000，我们一人2000嘛，不要全部推给妙正嘛。妙正一听5000-6000，当然不要了，打针打针，对不对？赶快让他走啊，是不是舍不得啊？
是不是？那么贵的钱，最后还是要死。那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不各分两千，尽一份心？该死他该死，但能够救为什么不救他？然后三个人一听，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要他死？那我觉得也不错，为什么？他们就抱着这种懊恼的心、后悔的心，机会教育就做功课了，来弥补了。很多事情就是都是因缘，你怎么讲？刚刚他那个昨天的狗去世了，养了16年，帮他做了10次，所以我就刚刚帮他接引。一下子一接引就变土地公哎！哇！你看你们不要以为狗哦，不要看不起狗哦，马上它的福德来自于它的主人哦。所以为什么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哦？他自己本身他这个师兄并不求回报，他只知道他听了我20几年的开示，那么现在又遇上，哇！他就更加的投入了，更加的投入来听的这个开示呢，引很多人来皈依来复始，就连他的狗都这样。我刚刚没有开示，因为太少时间了，我马上要赶快打包了。那就这样，你看，哇，一只狗哦，变土地公哎。他是在香港土地公还是在？他家里的，对，他不是他香港的土地公了，成为香港土地公了。对呀、啊，我、哦、你马上要跟他讲了，让他很关心啊。他说他来看上次的开始，他问什么意思？为什么上说会得到他的狗？他说提到妙行是什么意思？他耐来问。哦，他有刚刚有直播吗？对，刚他们可能都有看。那么快有直播啊？没有。他问说是什么意思？他问说提到钱多多妙行的狗，还有一萌，他请问是什么意思？哦，因为表示感情嘛。对不对？我刚刚看到我们同门在笑，一只狗，因为没有养到狗，你不知道。你养到狗就跟人一样，跟家人一样，你知道？这个，他还叫他，他叫他这个叫他讲啊，他传话了，他的那只狗16年的一模，他说叫他，也叫他阿爹，叫他是不是把他当做女儿啊？叫他这个爸爸妈妈不要担心他，不要害怕，不要忧心嘛、啊。他特别交代，然后叫他的女儿要好好的这个听话配合，哦，大家要好好的再过以前快乐的日子。那只狗这样交代，好、哦，那家里都在伤心嘛，都在哭，这一定的嘛，有感情嘛。一边跟我们讲电话一边哭吗？就是感情，养了16年了，你开玩笑？我们家就养，是吗？我们家也是养狗，所以我听了上次感触特别深。有一天如果走了，我们家小孩子一定受不了，受不了，真的会受不了。你看我离那么远，我也很少见到他。他们小孩子一直传照片给我，你看看，妈妈真的要让他死吗？那种是最痛苦的。对不对？硬要打针这样子让他走，真的很痛苦。我死就死了，你硬要打，那他坚强的四个脚这样站着这样看，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对不对？很残忍啊。不过也是一个因缘，这样子让他永远放在心上，就会觉得生命的可贵，你知道吗？也换来一个教育。跟人之间，事情跟事情，记住了。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不要去怨怪埋怨。每个人都是来帮你成就你的道业的，听得懂这句话吗？他们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好人坏人，贵人小人，顺跟逆，都是掺在其中，让你去体会学习，让你去成长成熟，来帮助你的道业成就。不管是动物，不管是植物，不管是天灾人祸，不管是种种什么顺逆之缘，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安得了心？有一句话讲，什么？心静自然凉，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心能够平得了、静得了，外面什么环境都不会影响你，自然凉爽意念一直出来。也许就是那一次，那个越南人这样闭关刺激到我以后，我就觉得很惭愧了。
为什么我做不到他这一个放空的状态，让外面的环境一直常常影响你的内心的内境，我就开始心里一直调，一直调。以前去马来西亚，他们如果说上司什么时候再来，哇，能不能明年？我说没有，看老天下雨，老天现在下雨，现在我就来。结果老天都下雨，没有一场我说不下雨的。这种大太阳，现在马上下，马上乌云就来，砰砰砰砰砰就下，所以我永远跑不完。下次我不这样讲，好，我就知道很灵感。这个龙天护法，老天就是要你走，没有让你停的。那现在就调自己的心境，调怎么样自己的那种感觉，遇到这么热的这样子的温度，怎么样调自己内心也升起来的温度，感觉到这样子一个凉爽的冰块融入在瀑布当中，你身体里面怎么样子的解除这样子的一个热度的感受，现在还算好，现在慢慢有调起来，所以遇到很热，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滚水啦，或是什么样子的开水龙头一直这样流，现在就很能够接受。这一次我去马来西亚，去香港，我说：“哎，今天天气不错。”他们说：“上司，你没有看我们汗流浃背吗？”我说：“哎，我倒不觉得很热。”他说：“因为你都在冷气里面。”我说：“没有，我并没有常常在冷气。”是我的心大概有调伏了，所以不再觉得这种温度的天气很热很受不了，所以我现在的流汗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一直在克服自己内心的炙热，所以现在回来台湾就能够接受这种天气了，到东南亚就能够接受这样的天气了。好，我们开始了。很多事情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遇到真的不知道。你没有养过狗，你没有跟狗相处过的感情，狗要走你不知道那种悲伤，就跟家人一样。我们养过两年的一只狗，对不对？小孩子都伤得不得了，这骨灰烧回来，你看就放在我的佛堂不肯动，我告诉他在我回来先把它处理，他们没有人要处理，到底要怎么处理也不知道，丢在海里吗？我说那葬在我们的院子里啊，也没人敢种，为什么？一定要等我去，我回去的时间很短。我跟妙正警告，我说我回来没有看到他处理，我就把他放在你的床上，跟你一起睡觉。活着的时候你不怕，为什么死了变成骨灰你怕呢？很奇怪的事哦，啊，为什么？所以那一天我把他打开来，那个骨瓮，叫他手去抓那些骨灰，这跟沙土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你说这有什么不同？人死了灵魂上升，这是土哎，泥巴哎，有什么不同？来，我叫他，你把它摊开来，有没有舍利子、舍利花？还没时间去看。那烧的白很好，他业障都消了，只剩下白的，没有黑的。越白表示他业障轻了。再来看他有没有舍利花、舍利子，我看到好多粒翡翠色，很漂亮，还没时间去捡。都会有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平平常常，现在就开始要有这种准备的心态，喊一声嘣，你看现在是周围几乎每个礼拜几乎每一天几天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灾难发生，你以为你不会遇到吗？谁会相信高雄有气爆？走在路上骑车在嘣没有了。我早上看一则新闻，他们一个消防队的主任秘书吧，被炸掉，他的女儿六天了，都跪在土，在那边抓，在那边爬，在那边挖，在那边闻，要找他的父亲，六天了，在大太阳下是昏倒好多次了。那种孝女孝顺，他们认为在1000度的温度之下已经变成灰了，他仍然要找那个灰，所以去挖土来闻有没有烧焦的味道。你看不见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了解无常。佛教讲的无常，什么东西在里面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无常。你要了解无常，没有永远不变的事，没有永远的健康，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永远的壮，没有永远的思想灵敏，没有永远的怎么样都没有。那么你要承认这件事情，
你要自己知道，这叫无常，世事无常，无常的再来就怎么样？那么我一直不断的再有，再没有，再有，再没有，再轮回，再生，再死，永远都在这样的漩涡里。你永远要这样吗？永远要哭，永远要笑吗？永远要悲，永远要乐吗？释迦牟尼佛早就看破这一点，能不能找到有一个世界不需要这些的，永远都有的？他找到，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教我们怎么去到这个地方了。那就看信的人得知了。我相信，因为我去过，我去过，所以我才会来到这个地球，暂时的旅程，马不停蹄，赶快做该做的事。因为师尊救我的时候就说，你事情还没做完回去做，事情做完当然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回来做我该做的事，我在天上已经看到，那别人跟不上那是他的脚步，我做我该做的事，就是这样。做完我就不断的一直想要回家了，这只是一个旅途旅程，暂时的旅程，但是你们把它当作永远的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你们在旅游的时候，哪一站你把它当成永久的家不走？没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只是暂时去玩就要回家了。啊，这给大家明白。好，我们开始的，今天是地藏王菩萨，今天做中原的超度，以地藏王菩萨为主尊。你们都报名了哈，给自己本身的这个王亲祖先啊，自己就像好像养过的宠物啊，这些还有呢，自己的禅身灵很重要，自己的禅身灵冤亲债主，这是跟你一辈子的，这是跟你一辈子，所以你做什么事都要遇他们一份，禅身灵冤亲债主，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禅身灵冤亲债主不会跟别人，是跟你的，所以你不把他去用你的意识力，用你的功德力，用你的修法力去影响他们，教育他们，他们跟你到死到老，你不好都是因为他们，你不顺都因为他们，你不知道他渐进一直在讨报，讨不到是因为时辰未到，你目前的福德大，他讨不到，他比你还弱，等到你业障多了就开始讨得到，很容易讨得到，这个不顺那个不顺，这个不顺那个不顺，都来了。所以做什么功德，做什么修法，一定要跟着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禅身灵，你的冤亲债主，一定要这样，做什么事情也遇他们一份。冤亲债主禅身灵，你不要以为只有是无形的，有时候是有形的，在干扰你讨报你，这些都是怨跟亲的债主，所以一定要去做，去还给他们，让你会心中挂碍放不开的，永远搁在那里的，那都是冤亲债主，讨你的情债，讨你的钱债，讨你的种种的债。就像我说，我们家那只狗虽然不是我养，哎呀，业障来了，债缘来了，是不是啊？他大便在地上你要帮他清，他吐你要帮他清，家里被他咬坏，哎呀，气得不得了，也没办法，都是这样，这是多出来的这一种还债方式。好，我替他皈，替他做功德，幸好只来逃两年，啊，有的长的就16年了啊。狗是最直接的感情，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让他离身，他再来的轮回就在你的四周围，变成你的最亲的一份子来。狗的缘分是这样，所以狗是最跟我们最近的感情，一定要让他们离身，早就要让他们放得下。地藏王菩萨，然后我们这一尊，这一场法会的主尊是地藏王菩萨，祈求地藏王菩萨，今天有缘前来接受地藏王菩萨赐福关照加持消业，
的众生同门。今日所有参加报名众礼，祈求地藏王菩萨慈悲引领，放光加照，加持助照，让众灵得到无明执着消除，迅速智慧显现，放下尘缘挂碍，超生出苦，往生净土，不再留念，决定往生。祈求地藏王菩萨放大光明，加持助照，被众灵能够清醒自在，能够放下小我，能够放下恩怨，决定往生。祈求地藏王菩萨慈悲，大力放光加持，今日所有参加报名众等传声灵、冤亲债主、惊喜祖先、累劫父母、所杀所食的一切众灵，有意无意伤害的一切众灵，祈请地藏王菩萨大力加持，放光助照，引领往生，也慈悲放光加持助照众等所报名之一切龙天护法、一切护法神众、莲花精英神众、众地神、地基主、众灵，皆能守护得宜，莲品增扬，早日成佛。感谢地藏王菩萨慈悲，今日地藏王菩萨中原超度法会，所有报名过、超度过、结缘过、未往生之众灵，皆得往生。Om Mani Padme Hum。好，可以。很大的功德，你大概还没有办法想开，就是你自己的健康给大家见证。如果大家听到而对这个真佛密法的信念，这个比你赞助什么的功德大很多。他刚刚讲这件事，啊，你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说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功德，你说得出来，让大家哇信念弹起。给大家知道，因为刚刚这尤师兄来献他法，他爸爸跟着来，他爸爸刚去世没有多久，还在49天内。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刚回来，他掉着眼泪哭。那他们以为哇，他爸爸没有被我超度到，不是，他爸爸很开心高兴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讲真佛密法这么殊胜？”那因为他爸爸生前没有相信接受啊，当然做小孩子不敢太强烈啊。那当然平常跟他积点功德时候用这样，他爸爸领受到，那所以呢就跟随着来。那我回来有几场嘛，他爸爸就有一场就笑，那现在这一场说再做功德，那我刚刚的一开始说再做功德好像要他再做什么，怎么赞助啊花钱，他说不是上师，我这个儿子反应比较慢，好，我知道上师不要有压力，不要给人家说哦，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赞助不了，好像给人家压力。所以不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功德力，他都不敢给人家拿出来分享，一毛钱都不要，只要他的勇气，啊，他的胆识。啊，我说好，那我跟他讲，哦，啊，他讲出来，根本有时候一毛都不要做，只因为你说出来的见证，鼓舞了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声音一出去，很多人听信跟相信。跟坚定就不一样的功德力了。然后我们这里有医生啊，有院长，他可以听你所讲的这一个感应，哦，来凭证他自己的医生背景的经验。啊，相信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刘德成，因为我的资历比较浅一点。没关系，你不要担心，讲大声一点。因为一两个月前的话，我身子就出了毛病啊，哦，因为说那时候自己不知道，
就是突然在家里面变成是吃东西的话会想吐，啊，觉得说身子非常的疲惫，啊，那时候以为是我肠胃的部分嘛，啊，所以那时候又一直找一下我们的那个地方性的那个诊所去看病。那看一看的话，医生也随便给我开个药，我以为是肠胃炎。那 后来我觉得就是经过一个礼拜，好像不大对劲，因为中间我还是有到那个整个协会去有找过法师聊天。那时候我感觉像变得是说，身体不适的话，造成我整个心情的话会起伏很大。那等于是说，对人的部分的话，会有比较没有耐性。那后来我觉得说，这个跟我平常的那个性情不大一样，那我赶快就是去医院抽血检查，那结果发现说我的那个 GOT-GPP 指数的话快到达1000了，啊，那个以前指数只到达400，这次比较高一点。这个是什么？能不能讲一下 GPT？GPT GOT 那个什么麦克风有没有？来 ，GPT 是什么 ？GOT 是什么？请我们这个专业人士解释一下。大家好。那个 GPT GOT 的话，基本上它是一种测量那种肝脏健康的一种指标。那一般来讲，我们比较肝脏的话，特别是 GPT， 它是一种酶啦，一种缩写啊，它就表示说一个肝脏指数的指标，如果太高，像刚那个师兄他讲说高到1000多，那是很恐怖。正常的话是连到40左右，那GOT 也差不多连到40左右，男女也差不了很多。那如果是超过的话，比方70-80，我们认为已经都很高了，更何况到1000多。那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话，我们通常就是如果一来很疲倦，然后 GPT 查出来很高，高过正常值，哪怕是超过一，比方说连到40是正常值的话，超过41的话，我们都可以用健保的方式主动的帮他做有没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这种检查，健保有几步。但是如果你是在正常范围内，你想要主动要诊所医师要教你帮大家做这个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检查，那要自费，那个健保没有几步。那所以他刚刚说超过1000多，那万自费非常高，那个一定要再进一步的检查，有没有 B 肝、有没有 C 肝，甚至做超音波看看是怎么样的回事。是。它是急性肝炎，急性肝炎，是那种猛暴型的肝炎，是，就是那个急性肝炎，对，是，很严重，是，你继续。所以当发现之后的话，我们有请教一下那个廉贞法师嘛？那廉贞法师的话是建议我们方方一方面可能要看医生嘛，一方面可能要做一些那个功德，那要做一些回向，给自己冤亲债主。那所以就当下的决定是说，就是赞助下那个紫莲的藏寺，啊，还有那个黄光自在佛的那个大佛金身。那经过，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其实每个礼拜的话，我的指数的话，都会很明显的下降。其实第二个礼拜的话，我大概指数一千的话，就降到大概300-400。再连续再过了一两个礼拜的话，大概这个整整的过程的话，我还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功德啊，请上师帮忙回向这部分的话，那大概一个月之后的话，我的指数就大概降到100以下。这个是以前我上次最高指数400这样降的话，大概要整整2个月的时间。那这次的话，病人是说大概在很短时间内的话，现在其实身体的这个一些指数的话，都已经降到40以下。40以下，那正常了。这个正常了，从1000降，短短的时间，这不可思议了。因为我是不大好意思说在我们面前讲这件事情。我们很多同门都这样。很大的见证都不敢说，那很可惜哈，这个真的是很奇迹啊。那所以说非常感谢上师，然后诸佛菩萨啊，那个法师的帮忙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身体要恢复健康，也是用是说大家也一起
有机的话，有机会的话，多做功德，来对自己都非常好。好，当他来告诉这个莲真法师到紫莲学会的时候，在三重，他就告诉他，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上师，他们不好意思，他马上就追到美国。那你们知道我在美国都是一路也都是在做护摩，在做活动，马上就写下来传过来，就讲他啊这个 GPT GOT 多少，因为我对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指数很高，正常人是四十以内，零啊超过一都不正常啊，好像都是正常指数了，他超过那么多倍，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知道是很危机。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听到说是猛暴型的肝炎，我马上想到佛林的吴茂才师兄，他那时候也是得到猛暴型肝炎，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就以为是一般入院啊，一般的急性去治疗，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严重到这样。所以我一听到这一个猛暴型肝炎，就想到那个吴师兄，哇！我说那这样非常严重啊，不是就癌症才严重啊，这种那么样快速的，哇！赶快就在美国赶快跟他修法回向，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第一个礼拜从那么高1000掉到多少？400还是500？400-500。第一个礼拜，然后第二个礼拜去检查变成多少？啊？200多。两个礼拜从1000就降到200，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又在降，现在刚刚听到哇40要恢复正常，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转变啊。以前他也许也有过，但是他等很久，但这一世啊有修法，然后有做功德，尤其是赞助紫莲雷藏寺，我说过了，赞助紫莲雷藏寺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讲，好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到处人家都希望赞助自己要做的菩提事业，但是这一个菩提事业是真的跟一般我自己也在做很多的菩提事业不一样。因为你用去想的就好。师尊说他是大白莲花童子，然后化身了18大莲花童子，9个男的9个女的，好，颜色有9色。那么以他本身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说辞，让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从西方净土下到这娑婆世界，然后每一个大莲花童子又有500位中莲花童子，每位中莲花童子又500位小莲花童子，一直延续下去。目前你们用回忆去想，去扫描一次，真佛宗目前还没有以大莲花童子颜色的莲花留在世间做道场，就只有紫莲堂，现在承建的紫莲雷藏寺，这是真实哦。你们去想想看，四周围目前的所有的道场，有没有白莲？有没有青莲？有没有金莲？有没有红莲？有没有绿莲？有没有黑莲？有没有橙莲？去看看，没有哦，就一个紫莲哦。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而且这个紫莲，我们这样子的行走到现在快30年，到现在，好，而且是盖在人家的国家，美国，世界算是大国之一的大国，在那边做这样子的菩提事业哦。而且我说过了，介绍过了，你们也看过照片了，这一个大的，这不能讲说大，这一间雷藏寺盖在公园。你们用想的就好，也没有一个真佛宗的道场是盖在公园里哦，公园里跟公园并合在一起哦，整个地啊连接是跟公园，本来是属于公园，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落一个 5.5 acre 变成湿地，变成我们买到哦，所以整个的环境是连着公园的，四周围没有一户邻居，不像说现在还多少有一些邻居，没有邻居哦，就只有我们哦。这么大的一个公园，500 acre 的公园，只有我们这么一家庙寺哦。你用想了就好，去公园玩的未来一定都是到我们庙寺去哦，因为变成公园的一部分了。
不管是参观，不管是什么，变成我们也是属于公园的思想，在大家的想法里面。所以公园要求我们也收费进来参观，那到时候再说了。那不然哈，而且公园1500个位置这么广的地方，哪里不去盖？竟然盖在我们的庙地的门口，就是我们门打开就是1500个停车位，根本就是我们的感觉。所以师尊会在5月17号今年讲说，我们最大的庙不是我们的庙多大，而是如果你去到那里，会自然会感觉我们就是公园，公园就是我们。不知道人会以为公园就是我们家。然后未来依照我的做法，我喜欢每年做活动，我会扩大，那变成一个这个公园跟这个三个政府，正好我们那地方是三个政府合作的地区，会变成这三个政府来配合我们做活动。我们现在学校就每年做这个冬令救济，夏天是做夏令救济，给学生来参加夏令营，已经变成这一个政府，这个联合市政府的主轴了。他们市长，他们市议员，他们消防队队长，警察队长，他们种种，每年到了圣诞节，必定这些政客都到我们学校来，来派发这些我们每一年要做的冬令救济的这些实用物。每一年他们都要去拉客，要拉票，一定要出现，因为全一个城市里面固定要做20几年的没有一家这样，只有我们在做。然后他们50年成立的时候啊，以我们为主，为宗教的老大，引领9个宗教组织在做活动，是否给这一个政府。那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政府的庙地，离我们5分钟远，所以这整个来讲是联合在一起的，这未来可以想象的出来，未来可以想象的出来，我们不会放过众生的，只要有缘众生来都能够得救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的庙最大，而是依照我的做法，我喜欢大家一起获利，一起大家有法喜，大家有佛缘，我们一定不断有种种的不同的管道。那时候连净法师、连纯法师在学校在教课的时候，我常常我们在对外办什么活动，出外我都要他去告诉学生，也告诉学生，你们出去不是你们个人在表演，你们要头顶的根本上师佛菩萨诸尊，你们不管是唱歌跳舞，你们要观想头顶虚空的光明佛光，去照今天与会来的众生，让他们个个都得到这个佛光助照。跳搭背咒舞，你们手不要乱挥，你们挥出去都是光明在照来的众生的阴阳的哪里的，时时刻刻叮咛他们，提醒他们，你们是代表的佛菩萨来解救众生的，来利益众生的，随时随地心心念念都是这样子的。连我们学校的学生什么都不懂也要这样子，都要带着一份责任的使命的因缘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你个人以为是的做法，都普及众生的，这样子才有意义啊，这一生活的才有意义。所以我常讲，不要只有自己想象自己在做，遇大家，遇你的祖先，遇你的亲眷，遇你的债主，遇你的禅师您，遇你的土地公，遇谁，同样你一个人在做，你的心念扩大，众生都在做，都不一样。这是我的做法跟一向的这样的想法，所以未来这个庙当然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们明白我的作风，相信我的作为，自然这样子的扶持当然有功德力了，当然有功德力了。很快啊，我以前讲过我自己叫人家做功德，以前这个那个，现在很不好意思叫人家赞助紫圆雷藏寺，我去哪里喊要帮助谁，我都是大小声的，结果一说起自己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一向都是要给人家的，要人家来给压力很大。那为了不辜负人家，只要我修法，只要我的主持的法会，护摩片报名表一定都有着重赞助扶持者，一定没有让他，甚至于师尊的主持者都写着这一些。所以不管是自己的修法回向，
甚至于的种种功德都回向给所有赞助者、扶持者，自然大家无形中业障一直在消，福分一直在增长，光明一直在增长，所有求的愿望是善愿的都一直实现。那么这位尤师兄他发愿，让他有健康的身体，他一定要来扶持真佛宗，扶持做这些菩提事业，太棒了！啊，我告诉他，我告诉很多人，我就是这样换我的生命时间来的。啊，我救回来，我瘫痪，我不能动。我告诉老天，你们要救一个废人干什么？我躺在床上，医生宣布我没得救，我这一生就这样躺着，救我回来干什么？你们如果让我能够健康的起来，真正去做该做的事，我愿意分秒都捐赠出来。我那时候是跟老天讲，所以很快的师尊就来通电，啊、哦，法流从我的头顶通到脚心接起来，然后我就站起来，到现在，我真的就分秒必争去做，没有去辜负我自己说出来的话，所以我就拿这个来跟大家讲。否则你求救你回来干什么？救回来继续造业吗？本来业障都清了，那么你有健康的身体就去生口意造业干什么？是不是呢？本来就了了，为什么活菩萨也不会让你再回来造业让他们背的？所以呢，你要懂得怎么样子求愿啊。我个人求愿我达到了，我做到了，所以我很开心，我也把我的例子来分享。好了，我们好地藏王菩萨啊的这一坛，好，所以大家有任何世界各地的同门，不要不好意思，这么多好的见证啊，多殊胜啊，是不是呢？好，赞助子人雷藏士，然后自己本身又发了愿，你看多快啊，多快，这样子两个礼拜，从这么高不可思议的一千，然后掉到只有200多，现在进行到掉到正常，太不可思议了。这样总共时间多久？一个多月，啊，一个月，哇，一个月，哇，一个月不得了了，是不是？我们那一位师兄，佛林的吴茂才师兄，一个月两就走了，就肿啊，哪里啊，不能动啊，哇，真的差很多。来吧，啊，你有善根呐、啊。善根，你也懂得指点，你也知道马上配合去做，你有善根，这善根很深很厚，自然就值遇贵人，老天佛菩萨也帮助。好，我们一起来，地藏王菩萨慈悲，请大力帮助所有一切今日参加报名众等有心有缘者，所有的一切过往的祖先父母禅身灵冤亲债主，所有无名以来所杀所食有意无意伤害的众生灵，祈求都能够借由今次的超度法会能够引领上升往生净土。 Om Mani Padme Hum。 好，可以。